到自己的身材了，所以世界赛是有了 AD 挖口。那第一次打世界赛的话，就是希望能打好自己的表现，不要打出什么奇怪的东西就好了。刚才没去，有点累不？紧张。이번에루디컵처음으로보게됐는데홍민저혼자제가누군지잘모르는사람들이많은데이번엔좀경기에서네모라선수가조금그래도좋은평가받을수있도록좀열심히하고싶습니다하겠습니다네추운상무지부第四次打世界赛有点紧张对吧对吧就不会是不会太紧张就希望跟以前表现的时候一样稳定一样好我是 A2A3 第一次打世界赛心情是有点兴奋的就跟大家一起加油吧那我是 A2A 打野 Nix 如果现在还自己还可以希望你来比赛出自己的实力小黄分 VIP D 组对手的感想的话，感觉对手都很强劲，毕竟有 NA 的第一种子，去年世界冠军，跟入围赛看起来很厉害的 DWG， 而且他们在我对手的位置里面也是。可以算是世界上前几名的选手，所以自己的压力是蛮大的。我觉得这个记者可能不是没有把我们的比赛看得很清楚，要是我夏季赛表现不佳的话，应该也拿不到我们赛区夏季第一 AD 才对啊。하지만그래도초중반초반에좀사고없이흘러간다면은